一点不 care。你直问，你肯定还是感兴趣呗。哦，不感兴趣。今天我最感兴趣的就让你输啊。哎呀，我跟你商量一下呗。商量啥呀？那个你也看到了，我这个男陪，他也不太行，能不能少杀点？喊声爹，少杀一个；一声爹，少杀一个。考虑一下。哎呀，你玩成那个样子，你就别狗叫了，行吗？我看着你听着声音就烦。你看你老板都在求情了，你还在那爸爸呢，爹爸爸了。少杀点呗。说了呀，喊声爹少杀一个，一声爹一个。那我不喊。那你不喊，我就不少杀呗。哎呀，你厉害吗？你别杀了。我知道我厉害啊。让他呗。我让他，你喊声爹，我让你，对吧？你看你的老板都卑微成啥样了，你还在那嘚瑟呢？刚才，哎呀，天哪！我嘚瑟什么了？我都说了。啊、哦，你说啥了？我没听见、啊。我都说了，我在好好打，好好打。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你为什么老、哦、老跟我说？好好打就这水平啊！我干嘛呢？那也太菜了！你下级赛别参加了。你好好打啥了？就这水平还打过下级赛呢？我的天、啊！参不参加跟你们俩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嘲讽你，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是不是？小菜鸡啊！哎你要还想开大过去啊？哼，你这有什么好丢的？你杀，想多了，别杀了。哎，卖装备小子，帅，三个五杀，哎、姐，别杀了，三杀 ，nice， 三个五杀。不是卖装备吧、哎、果然没选错，我真的好烦了，老玩这些大后期的英雄干什么呀、哎、玩这些英雄能不能别杀了，只要是能赢你的英雄就是好英雄，你管我玩什么英雄啊。嗯，那你为什么非要选这个前期英雄呢？道德绑架、啊、你选一个后期英雄你去跟他比发育啊，你比发育，比谁发育过谁啊？那为什么后期英雄前期都能领先你啊？哎呀，你得好好反思一下子。你怎么不去选一个后期英雄？你是跟他比后期啊？对啊，人家知道选，你不知道选吗？看谁后期厉害，对，看谁是后期真神。四倍了。哎呀，后期也不行啊！上一把说这个什么，哦，不对，上一把玩了个 AD， 这把又说什么 AD 后期什么的。嗯，不还是不行、啊。反正只要那个姐，反正只要赢他的英雄，他都能找到一些问题。就哪怕这一把啊，我玩个滑板鞋，他就会哎，只会玩个手长的，知道吧？比如说我上一把玩个沙弥拉，哎，只会玩一些这种恶心人的英雄，知道吗？大招没有 CD 的，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啥英雄他都能说一点问题，知道吧？哎，玩的菜就是菜。哎呀，夜魔呀，都是我姐妹说你不好，我才听了她的话。不感兴趣，不感兴趣。哎呀，那也是你们之间的恩怨啊！我只是做了一个我觉得当时可能觉得正确的决定吧，别太在意了。没在意啊，谁在意他呢？你想多了，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就连理我都不在意呢。你还挺搞笑，你还自作多情上了。你姐们谁呀？自作多情了。啊，谢谢。我真的在尽力好好打姐，你真的你别生气了行吗？是这样，你姐妹是谁呀？她姐妹应该是，我猜一猜。怎么？我说了，你能让她少杀点吗？你跟我说一下，我考虑一下。我跟夜魔说一下，让她少杀一点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你说吧。嗯，好吧，我跟你们说了啊，他叫那个周宁。啊，你认识吗，一模？周宁。啊。认识呀。你有印象吗？认识呀。不是
是少杀吗？别杀了。什么别杀了？那是我老板说的，我也答应你啊。啊。你又耍赖是吧？我没答应你啊，我答应啥时候答应你找个录音，我答应你了。考虑一下有没有答应。你说你说的。不是说好了吗？谁跟你说好的？考虑一下，没有说好。五十八个了。我呢？你们俩搁这耍我呢？耍你咋了？没有。首先没耍你，再说耍你能怎么样？嗯。你们俩搁这耍我呢是吧？本身我点到这个陪玩，我心里就窝着火呢。不是。你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刚开始点的。都怪你拿不到人头啊！能多拿点人头，我至于这样吗？啊，帅 ，nice！ 你杀人行不行？你又问什么？我好，哎，我抢不好他，真的。抢不好，抢不好。人头到手。你让我拿人头给你买东西，你倒挺勤快啊！你让人头，你让我拿人头给你买东西，你倒挺勤快啊！46个猪羹。这是人打出来的战绩吗？你一个头都拿不到吗？46个助攻、啊，你的 Q， 你的 E， 留着抢人头很难吗？很难吗？我再留着抢人头，但是他伤害太高了，姐。46，人家为什么会伤害高啊、哎？那你为什么伤害不能跟人家一样高？对了，可太猛了！天哪！周宁不是 VIC 的老板吗？这个周宁。对呀，怎么啦？没事儿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他是吧？他跟你说啥了？发生啥事儿了吗？他对你说什么了？说我说我各种坏话。我发现说我这各种坏话，我发现说我坏话的这些女的，好像都是输不起的，就是在对面的。是不是对你有想法呀？不不不，姐，都是对面的。是就对面输得太惨了，然后他把那个、他就开始甩锅了，好吗？哦，把你拉不到自己的阵营里，就开始黑你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哦、是啊。对。哎呀，怎么还有这种人啊？天哪！对，得不到毁掉。对，得不到就毁掉，哎、毁掉。毁掉。就这个意思。哎呀！我得不到你，我就毁了你，我的天，好吗？太多了。哦、原来如此。行，这种男的就让给你吧，行吗？我看你还挺想夺到他。我又杀一个，行，我又杀一个。那确实。行、哎。这个被他 K 了，这个没办法 ，K 不过他。很小吧，夜魔占为己有啊！真的真的。行。哎呀，这一把我这越叠越厉害了，某些那个滑板鞋一直在打工。不想点对策吗？大后期英雄就别叫了，行吗？不是你这不想点，你这不想点对策怎么解决吗？这么一直被我杀不行啊！你看上把狗头就这样，还不想点办法，还在聊。对呀、啊，不想一点解决办法，少输一点，对吧？他毫无办法呀！是不是？我教你们一个办法，你们现在待在泉水里挂机，让对面五个人推我，我一个人守，我守不住。不是我。对不对？这不都是办法吗？我真的好难受啊！给我打的，我没有办法去，我没有办法去跟你抢，我能怎么办啊？不是你玩个大后期英雄，我拿不到人头，哦、我黄海杰，我这把我前期我没拿头吗？我拿了呀。哦，不能玩后期的。拿几个没有用。啊、哦，我去。你拿了几个？你也没比人家多呀。不能玩后期的了。你前期人头就没人家多呀？我不知道你在怪什么。那我提莫算不算后期的呢？一直怼硬。我提莫也赢了呀，我提莫算后期吗？也算。拿手英雄，一直嘴硬，一直嘴硬，我求求你了，要不你就别出去了啊！你就让对面把他推了吧，这样我还少输一点。别说话了，姐妹儿。他不可能让推的呀。别说话了，我想和夜魔说点贴心话，别说话了。喂。贴心话，姐，四个五杀了。哦，五
不杀了我这才显示、啊啊。好烦啊！真帅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好难受啊！给我打的。四个了，姐。我求求你。哦，求求我！我求求你。难求。要不你就在家待着吧。你让对面把我推了吧，别折磨我了，行吗？你让对面把我们家推了吧，你别折磨我了，行吗？姐，你别急，姐，我，哎，我。我这说的不是你的点是吧？啊，你无所谓，你在这是摆烂啊？我怎么脑残选你这么个东西啊？他等一下还要吃屎呢，我别忘了，我一直没好好帮你玩。哦，还有这么个事儿呢，夜魔，我都忘记了，看一下去。我先挂个机看一下。这把发育很好呀，这滑板鞋一直给我打工，我这魂哭哭的就全是魂。姐，你问一下我的名次，问一下名次。嗯，那个名次吗？啊，我看一下。嗯，稍等一下啊。能是什么好名次？哎，那你先不要下定论这么早。哎呀，我问了，等一下啊。夜魔，你有固定老板吗？哎，我没有固定老板啊。我感觉今天和你打游戏真的太爽了，今天卖装备。需要你说吗？买装备。我可以把你占为己有吗？什么名次啊？啊，舔成这样！姐，五个五杀了。我可以把你占为己有吗？姐，五个五杀了，别占为己有了，五个五杀了，翻六倍了。看到了。翻六倍了。哥。哎呀，我好烦啊！今天都要咧到这个。我求求你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你站在旁边，我看你，然后他拿人头，翻六倍了。我知道，我再好好打。你为什么还能让他又拿一个五杀？你是在折磨我？你在恶心我？你在恶心我是吗？你为什么又还能让他拿一个五杀？你到底在干嘛？你站在旁边帮他 A 啊？哎呀，我真的玩后期英雄，我打不了，我 K 不到他的头。哎呦，他我每次你我每次你说就管英雄，给人打到一丝血的时候，你 K 不到头管英雄。你玩后期啊，你下把就玩后期的，你听我的，下把你就玩后期。你也可以 K 呀、啊，你为什么不你不也玩？那你也玩一个后期英雄，跟他比呀、啊，你跟他比谁更后期啊？对呀、啊，你跟他比谁后期上的更高啊？你也玩后期，那不玩？没想到你这么深藏不露的呀，天！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他什么身材不露啊？那个星星啊，你姐妹没有告诉我，没有告诉你我这名次吗？让你就上来就跟我对立起来了，啊？没有，没有透，没有给你透底吗？说我什么实力吗？你说菜一点，对不对？那还行，你上来就攻击我，你是踢到铁板了。抹黑，什么意思啊？你问问你姐妹呗，你去问问她。你到底什么名啊，麦子？她到底什么名？她到底什么名字？是可以让你男陪吃屎的名次。话咋这么多、啊？这个名次可以。真前三。这个名次可以。哎，你男陪玩，立 flag， 你光立不做，你立什么 flag 呀？屎是欠，他还用吃屎吗？你屎是先欠的吗？他现在都是一坨屎了，先欠的。啊？他还用吃吗？他现在都是一坨屎了，他还用吃吗？不是你先欠着还怎么样了？怎么就又没关系了？老说没关系没关系的。帅呀！哎呀，这人都差的也太多了吗？不是，夜魔真是前三吗？那必须的呀。你干嘛呢，哥们儿？我那点死你！我那点死。就你呀、啊！啊，就我还不够了，我拿五个五杀，你家陪玩都没赢过我。你这我玩提莫他赢不了我，这还不行啊？你看，那什么行、啊？那是我陪玩太菜了，我觉得。啊，对呀、啊。我选了个菜
了，算我倒霉。算你倒霉，就是确实确实还好吧，说菜也不至于，人家补了681刀呢，哇，拿了54个助攻。哎呀，不是，我真的好烦啊，你一直 K 我什么头啊，我就不懂了啊。那不可以打的意思就是、啊、你平时哎，你平时接单你玩人头都是别人把头让给放你嘴边呗，让你吃呗，不是吧？是，就玩这些大后期的英雄，你出这些你还会、哎？你先告诉我、啊，你平时接单的话，你跟别人打，别人都是让你投呗，啊？让不让我投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说你看又跟我没关系了，你看让不让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得问一问呀、啊。哎呀，好烦啊！别折磨我了，好恶心啊你！烦死了！点。好长的枪，嗯，再捡个被动。你能不能有点动静啊？你只会增长死亡数是不是？能不能有点动静？能不能至少让我少输一点啊？姐，嗯，你们三个都在说我，你考虑过我吗？我不烦吗？我不是这破烦的，你一直压力我，我也不好打你，对不对？你落后肯定要压力啊。真的是前三啊？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真的是前三啊？那他落后的时候，就凭实力、啊，对面那个老板压力他了吗？啊、姐们儿，就是凭实力拿前三。你眼光这么猛？没错，实力啊，姐们儿。关灯偷塔，这小子、啊、又死了！哎呀，凭什么？我真搞不懂了。哎你能不能管管他啊？能不能别死了？你能不能稍微的、嗯、啊，管管他，别让他杀了。卖装备了没有？卖装备了没有啊？卖装备，兄弟。卖了，别叫了。哎呀，这我这别的，你要像你、哎、像你这么跟我玩，我这被动能叠到对面老家去。真的，我这被动。盾最厉害，什么？我摆烂了。必须厉害呀、啊！摆烂了，开始。白了，哎，你真的好烦，能不能不要叫了？能不能不要叫了？哎呀，我就不懂了，一直在叫叫的没完了是吗？敌魂甚强，敌魂，敌魂甚强。82个，嗯，兄弟们推不推塔？82个。推不推？哎，推塔我就推塔去了。83个，我原谅一切。我虐拳去吧，我虐拳了，我去虐拳了。哎呀，我好烦，为什么我就是拿不到呀？拿不到。天天玩这个，我玩个防矮鞋，拔爆名门，拔到我都拔不到，我好烦啊！哎呀。想要离开黑雾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穿过。你们别用大的呀！啊，姐妹儿，哎呀，我真的烦死了！你烦有什么用啊？我还烦呢！你给我输这么多啊，开局还忽悠我用30头，继续，我到底看我能不能拿到头，行吗？你让我，你多少让我少输一点？我看我能不能拿到，来继续啊！你让我少输一点吧，行不行？是呀，这一个头过来，这一个头、哎，你这不拿头怎么能行呢？来来，这不我来杀，我就不信了。哎呀，你来，我求求你去。哎呀，你又嘎了。哎，他怎么死了呀？对，帅呀，我求求你去，死了呀！我就求求你别死了，行吗？我求求你，你要不你就让对面推了吧。我知道了、啊，你别折磨我 了，行吗？我想杀人。不要，你别杀人了。我觉得你是没有用，你没有用，你没办法杀人，你就是那个脑子里的水，好长的刀你就是倒也倒不出来，你直接就是加点面粉，不成浆糊。你脑子里没水，帅呀！用个前期的英雄打爆他，他嘴硬，老是玩后期，我用个前期的。兄弟们，什么英雄是前期的？来个典型代表。没事，多看看。我看我会不会玩？我多看看你能给对面送多少个。多看看什么英雄是典型的前期？不，你准备让这
戴娜抄你多少个？他不可能再抄我几个，你放心。啊，这水晶塔要没了！快推吧，快推吧！你能不能让他们推了呀？难道是前期的吗？嗯，不是，这头我就是拿不到，为什么呀？好大的拳！哎呀，鳄鱼！喂，哎呀，没有赢多少，不要再一直打了。人在塔在。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没赢多少了。人在塔在。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，我现在挺着急的，好吧？没赢多少，都输麻了都。过了，为什么对面我都打不动了呀？都输麻了，没赢多少。啊，这恶飞流是三枪给我点死我。嗯，你不用过来怼他，你别过来啊！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强呀，夜魔！强强强！没赢多少，睁眼说瞎话，张口就来。你谁打电话呢？这是？不用，哎呀，你不用过来怼夜魔啦！夜魔现在已经被我打自闭了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把我打自闭了，麦子姐，她说她把我打自闭了。嗯，我听到了，别打了，我听到了。好，啊，帅 ，nice， 天哪，真帅，okay。 这操作，相当的溜。虐拳去喽，虐拳去喽。别 K 我头了，行不行啊？虐拳去喽！我接个电话的功夫，人家又杀十个了，然后你也是一个都没杀，还又死了一次，61个助攻，你在玩什么呢？我请问你在玩什么呢？哟，这是你姐妹周宁打电话过来了是吗？我就想去拿几个头，姐，我就想去拿几个头。刚刚是周宁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那你我打电话还要跟你报备啊？我毙了，是跟我们夜魔有仇吗？你是个没有赢多少是说的我的吗？刚才啊，帅，我的天，帅就一个字。我说的谁呢？我只说一次。我自己电话，我想咋说咋说。跳闪！哎呀，能杀吗？能杀吗？你别让他再去杀了，你快去！哎呦，我根本 K 不到呀，我好烦哦。你跑快点行不行？你就跟着他呀。不是，他现在堵在泉水上，我进不去。你进去了？你去送。你不进去了吗？你去送。是吗？你去送。虐拳了，姐。我想闪现进去，我给他卖了，没有用。哎呀，虐拳了，虐拳了，虐拳了。你刚刚是在走进去送吗？啊？我请问，姐，你回家守兵线，守塔就行了。我一个人站这边，我虐死你，折磨你，折磨死你。不是，能不能别虐拳了呀？你让我杀点行吗？那你过去啊，那你倒是过去啊，你也去啊。我过去有用吗？他一个平 A 我 A 不到那个距离，我没有距离。真的菜呀，我真是菜。你也去拿头啊！你看，你就让他站着站着，你肯定要过去啊！我过去就是发呆。太惨了，他打得太菜了。怎么发呆？你好歹影响他一下，你不要让他那么轻松的拿头啊！全靠我带他。那我过去，如果拿不到头，你能不能别说我了？你拿不到头，你好意思让我别说你？哎，你听听你说了什么屁话！他躲在泉水里一直在那虐拳，我怎么办啊？那你过去啊，你也过去杀人啊？你在干嘛？我过去发呆，我只能过去发呆。什么叫过去发呆呀？啊？我操！哇，
他凭什么捡个魂骨嘛？人齐了再上，直接守着敌人的家门，帅帅帅帅帅！行，等人齐了再上。你过去，你不要再清兵了，你不过去，你永远都没有人头。你不要再清兵了。过去只是发呆。我不知道你在顶嘴什么，你是不是你不过去，你永远没有人头？过去吗？他不敢。你也去虐拳呀、啊！你去啊，快去！他不敢。哟，我搞不懂你在干什么。好帅！那没办法，直接让敌人出不了家门呀。出不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出。气死我了！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有病呢？不出。你好像有病呢。他堵在人家泉水下，我真的好烦啊，好烦啊，快去，你烦不就挺好的吗？先把这个草、哎、我也来了，你别怕，我给你奶，我可以给你奶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你跑他跑挺快的，你为什么跑这么快、啊、逃出泉水，亚索逃出来了，他跑太快了，你去杀他，我还有大、哦、快去杀他，快去杀，杀我的天，亚索逃出来了，那你刚刚在干嘛呢？我请问你刚刚在干嘛呢？他跑太快了，能我根本过不去啊！你不要管那个亚索，你去杀泉水里的人啊！他 A 了你下车，你去拿 Q 抢下来啊！很难吗？这个操作很难吗？很难完成吗？很难，我 A 不到。难什么？你继续抢，我要打，我老板说我菜啊！啊！我说了，我 A 不到，我也 Q 不到，你奶，我进泉水抢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就进泉水抢，你不要他那么顺利的拿人头，我可以给你奶。那我现在进泉水，你看我死不死行吗？这不是拿可以拿到吗？啊！我这拿到完全是我。这狡辩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回家？为什么要回家？我回家补个收集者。快点，补完收集者马上过来，我要让他们顺利的拿人头。我的姐，我知道，我马上去。姐，别打他，过来，快点过来。我现在过去，我没有鞋子，你别催我了。我都在，我一个二速鞋，我跑得太快了。什么跑？哎呦，我被你说的，我都语无伦次了都。对面投了。哦，投了吗？星星赢了多少啊？投降了。是啊，我问你，你又说你没赢多少，我又不找你分，你赢了多少？跟我说说啊。赢了好几百个了。不是跟你说别来吗？嗯，这 哎呀，我又不找你分，你跟我藏着掖着干什么呀？这不是周宁吗？怎么来了呀？咋回事？啊，刚才妹子跟我说你输惨了呀？啊，输太惨了。叶博，哎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你不是跟我很嚣张吗？没办法呀，他家陪玩太厉害了，让我输得满头大汗。真是玩的菜啊，玩的菜死得快。那你换你来呗。你换个人来赢呗，你来赢我吗？这个点打不了了呀，你怎么输了呢？我就说你会输吧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好久没有接单了，技术变菜了。要么这样吧，怎么就输了呢？下次有机会的话，你下次你机会你找我打呗。笑死了，你什么档次啊？你跟我打？哦，那行吧，那姐算人头吧。我们这一把的话也不多，拿了五个五杀。翻六倍啊、嗯，姐算一下人头，我看一下啊。我这一把拿了111个头，他拿了啊18个头，还行。姐算人头。到底谁赢？你等一下，你再说一下。我们赢了呀！我不是输了，你能过来吗？他妈真的假的？星星他说真的吗？你到底赢了输啊？都说了让你别过来了，都说了让你别过来了。
哎，你不是说你赢了吗？到底赢了输了？都怪你，本来不然我不会对他有那种。但我选的这个男牌是真菜，我都想不通他玩个滑板鞋啊，还得加25个35个头，对，他还指定我玩、啊、玩辅助了。哦，他妈跟我说你赢 了，把我叫过来。不是指不指定玩辅助的，让 你玩了三大拖大后期，我怎么办啊？谁让你拖了？也没让你拖呀。你有病吧你们？你也不推塔呀？谁？你跟星星，你输了，你说你赢了，你把我叫过来打脸的。你玩的不恶心人吗，兄弟？我有叫你过来吗？我有叫你过来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跟我大声说什么呀？你什么人啊？我说让你别过来呀、啊。有病吧？要你有点什么用啊？怎么又输啦？我选这个陪玩菜的跟头屎一样，也不知道他还在这跟我狗叫，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。菜的跟跟我说你赢了，叫我过来干嘛？我让你别过来了，你干嘛说你输了叫我过来啊？让你过来，你俩有病吧？厉害呀！本来也都怪你啊，不然我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想法呀、啊。哎，赶紧算人头吧。都怪我呀！赶紧的吧，你干嘛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？先把人头给了。跟我大小声呢？好，我记一下啊。嗯，先把人头给了。是毛病啊，真无语、啊。本来也都怪你啊，害我输那么多。你打个地牛，你打不明白。啊，你打个夜魔，你打不明白的吗？有什么用啊？有点什么用到你、啊？他前三哎，姐，前三的你打他，不是你打他打不明白吗？我怎么打得明白 啊？输了你就直接跟我说输了呀！你跟我说你赢了，赢了给我叫过来，这个麦子给我骗过来，麦子是不是神经病啊？麦子，哦，这麦子说我菜的，哦，我当时就你们三个他是故意说的，他故意说的，相当的厉害呀！天哪，他故意讲的。我当时也跟你说别过来啦，你过来干嘛呢？故意讲的。啊，人头是558加35个哈。550，800，对，600个头。你能输给他这么多？不是打个夜魔，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，星星？一把领先600个头。是我没用吗？我点的什么 AD 盖的？你不是要点个厉害一点的呀？给我叫过来丢我脸啊！我他妈一个 VC 的老板，谁知道他那么惨？谁知道他那么惨？谁知道这破 AD 盖那么惨？不是，下次输了直接跟我说输了行不行？别跟我说你赢了好吗？叫我过来丢脸啊！没办法，那要不是你说夜魔的坏话，我戴着有色眼镜看他，我能输那么多吗？指不定夜魔现在就是我的男陪了。哎呦，我又成你的男陪了。算我呀啊！我又成他男陪了。谁让你瞎打听的？那不怪你，那你别跟我瞎说，你跟我说实情行不行？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跟我讲话呀？啊，老子说的也是实话呀，我不觉得他厉害呀。哦。那下次我找个老板，咱们约一场，好吧？可不可以？就是废物啊，自己来陪没用。我下次找个老板，周宁，咱们约一场，对不对？你点个你的男陪，我找个老板。下，不是清新，你以后嘴巴里能不能有点实话呀？啊，他这个麦子，我神经病一样。那我是不是跟你说别过来了嘛？我这有没有跟你说过吗？那无语，那打个夜魔打不明白，你俩有点什么用啊？你打得明白，上次你在对面不？我怎么打明白？你上次在对面不也被打成狗一样吗？你打得明白？你没跟姐妹说吗？打成狗一样。那个星星，他之前上次也在对面被打得跟你一样，然后呢，他没跟你讲。别狗叫了，行不行？上次打那个什么，原来如此，白金钻石的老板，我都不给他放在眼里看的啊。对呀、啊，大意了好吗？大意了，上次给打了个星星一样的，上次纯大意了呀。又大意了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夜魔是春季赛前三啊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事儿？你为啥不说前三？不是、啊、你想想 VAC 的老板，VC 老板的陪玩哪个不是比赛前三？有什么可稀罕的？我还要提前来跟你说，很厉害吗？自己找个厉害点的陪玩不就行了吗？
打野，你我脸上很厉害啊！王八打野，自己的脸丢了就算了，你能不能不要丢我的脸呀、啊？问题是我找了个废物啊，这把，今天我找了个废物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呦，不是他把选后期英雄，你凭啥说我废物、啊？他选的那些姐。你告诉我、哦、算了算了，这个他选的那些英雄我怎么跟他抢劫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想跟你们讲了，他妈一点用都没有，叫过来丢人是吗？夜魔我等着你啊，等我干嘛啊？约就约，天天跟我搭小蛇呢，都什么东西啊？你确定？行，那我找个老板，你点个，你找，你给你时间，点个厉害的陪玩，咱们好好组个局。懂了，你们这个店里的陪玩都这么嚣张的吗？叶魔，有资本嚣张，你不服吗？凭实力，找好了来叫，不是，等你找好了，你再来叫我好吧，叫助理来跟我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懒得跟你们说这些啊。你记住，你现在嚣张的样子啊！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不是好惹的。我不是春季赛的前三，我是春季赛的第一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别第一第二的，你别第一第二的了，你等着好吧。我是第一。找到老板了，叫那个助理来跟我讲。行，好，这么自信。睡觉去了，不想跟你们说。VIC 的老板就是这么有自信，被打的还是不服，对吧？行，我佩服你是条汉子。你没给我打服呀？你给我打服了吗？行。嗯嗯。啊。说的好像你很有实力一样，给我打服了一样。我一个 VAC 的老板，我能怕你啊？行，那我找个老板，好吧？你们这些陪玩哪来的这个自信啊？还什么就是不服？睡觉去了，不想跟你讲了。啊、哦，不想跟我讲，那就明天。拼实力啊，实力说了算。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明天是吧？是明天啊？那就明天，我找个老板。你别跑啊！你别到时候跟我说啊，我又找不到 VAC 的老板了。你别到时候明天不来，好吧？我找个老板，你点个，你反正给你一天的时间，点个你觉得可以的陪玩，咱们好好切磋一下。你的那种老板不会输不起吧？啊，你放心，没，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输这个字，好吧？最好找个输得起的，好吧？哦，没有输这个字，不好意思啊。行啊，明天啊，你别跑，你别躲着，到时候明天人不见了，而客服跟我说，姐姐她找不到老板，姐不敢跟你打了。哦，好吧。哎，我问一句，男枪是后期还是前期的呀？那个借口哥，啊，吃屎哥。你屎还没吃呢，你自己聊吧，不想扯了。你找到客服，嘴咋这么臭呢？不是，你找到客服了，你让客服来找我。你看，那你我感觉你没有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呢？你不是说了我是前三你就吃屎吗？自己立的 flag 呀，吃屎哥有问题吗？哎，快闭嘴吧！别转移话题了，怎么回事？说了不正啊？喂，我问一下。喂，你咋话就这么多呢？啊，不是姐，我在跟对面陪玩说话呢。他不说我如果是前三的话，他就只吃什么来的？怎么不吃吗？咋了？你跟我说话，我就得搭理你啊！你是啥？你是个啥东西啊？你看看，大哥，你知道上把害我说了多少吗？说话不认，说话不认，啊？大哥，你好意思在这叫？你说你是倒立尺是吧？姐，你会倒立不？姐，你别急着把我给你杀回来行吗？姐，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行不行？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人家春季赛第一，你是什么名次啊？他是倒立吃屎第一名，但是还没做，目前还没挑战。主要我也没想到夜魔他真是前三。这是光说不做呀，兄弟！你想不到的事儿多了。纠正一下啊，兄弟，不是前三，是第一，不是前三。哎，我怎么嘎叽了？虚张声势吗？
对面莉莉这把玩的啥？不是谁能想得到呢，是吗？他自己开，他自己刚进来的时候，他自己在那说什么？你妈了个巴子，坏了！说什么？你这把玩的什么？无装备打野。这把玩的男刀。玩的男刀，啊、嗯。哦，你。我这把肯定多杀点姐，我已经杀一个了。那不能打野了，我得拿头去了。现在打野没有经济。把头埋低。那你倒是多杀点，难道那好抓人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等到六级之后我就去游。我现在前期我肯定得先保一下自己发育，对吧？自行回头。我有走。哎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。坏了坏了坏了！他想 K 我头没 K 到，被我杀了，姐。自行回头了。嗯啊，多少？我没有打野刀，怎么打野啊？我来帮你。我得赶紧拿个头。在哪里？我来帮你，我吃着你。来，我靠！来，我吃伤害，我扛。哎呀，我也帮你，夜魔。他玩的，你看他咋玩的？我操 ！OK， 我帮你的。哎，你要回城吗？我回城。OK。哎呦！哎，你快来下路啊！下路都成这个样子啦。下路。你来杀他呀！他残血了。他玩的男刀。五级，我六级有。双锯齿短臂，这是什么套路？别急。是中路主播得死。现在都残血了，你快来！我知道是中路主播得死，我先得把中路杀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下，快点，这两个残血。吃点经验。走开，别来。你小心啊！别让 我现在没有装备，感觉不一定抢能过他。我没装备，怎么能是抢呢？没实力啊！哎呀，卖我！你怎么被晕住了？我死了！不是你自己被晕住了？哎呦！他等我死了，干不过才那个，没装备干不过他。明明是你自己被那个晕住了，好不好？你好意思怪别人？怎么等你死了？好，终于可以回家买个装备了。不然的话早杀了。太恶心人的姐，终于可以回家买个装备了。可以，都怪那个周宁，不然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这样那样的看法。嗯，然后呢？什么意思？也不能怪我吧，就是没怪你啊。你怪你干嘛呀？我那阴灵头就不就行了吗？怪你干嘛呀？那我当时只是被他哄骗了嘛。然后你看你现在约老板，你能约到吗？不然你带我去呗，我也挺恨的。哟，啥意思啊？怎么样？为什么带你不带我呀？为什么是你不是我呀？带你啊！哎呀，我也挺讨厌周宁的。你也讨厌啊？那我也讨厌。那我讨厌你怎么办呀？我也挺讨厌你的。主要是都怪他。可是你，可是你才是黑钻的呀，人家是 VIC 的呀，你咋回事？哦。人家是 VIC 比你高一级啊！啊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不怕输。这点数对我来说，没关系的。没关系了，这么厉害啊！啊，而且点你应该都不会输吧？那你们俩是姐妹，到时候反目了，不到时候怪我不太好呀。哎呀，本来他也都怪他一直跟我说些有的没的，害得我误会你。真的吗？干嘛呀？值得示好吗？他什么姐妹啊，他连你名字都不跟我说。那不行啊，前面你得罪我半天了。没把我当姐妹。是不是我也有点脾气啊？这不都是误会吗？哪有误会啊？哎呦，差点都是误会，这个你都能死啊，你为什么非要去扛下塔呀？输了，我的，输了，买装备，买装备。
我卖了，我卖了。你卖了吗？我都没看到。你看不到你就别说，我已经卖了。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，行吗？是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又不是我老板。我不在看着你卖装备吗？啊，防止你快快快快杀他，快杀他！他残血，他残血，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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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这能追到吧？我在追，我在追，能不能追上啊？我这波没闪，装备全卖了，不好追，不好追，不好追！我这波没闪，而且没有鞋子。那你倒是小心点呀、啊！我操，坏了！没事没事，姐，我给他杀了姐。小心点呀、啊！行行行行行，你快回去买装备吧。OK OK OK， 踢到钢板，我立马回去。建模是钢板哥。哎，建模，你也死了？卖了呀，我把装备卖了，捡 CD 的呀，没看到吗？卖了呀。行。呀，你裸奔了吗，裸奔哥？哎呀，人家回去买装备了。哦，他又能买了。姐，别别别，我来了。姐，别别。你来你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别别别别别别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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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说。哎呀。帅呀！哎，快快快，这有人头，你快过来！我在拦截。翻墙呢？翻墙呢？翻墙呢？狂翻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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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， 拿到了姐，直接给他杀了。七级，他八还想 K 呢？哼！这把给你打回来。我加油！我加油！我加油！姐，稳住啊！稳住啊！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我知道。回家了。哎，这你都能被 Q 到啊！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姐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找哪个老板比较好呢？嗯。呀呀呀呀！呀呀呀！上路怎么都拆到高地了？没事没事，让这上路拆，我直接顾着我自己杀人就好了，是吧？快快快快快！狗在那里呀、啊！那包杀的呀，我陪完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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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杀他，快杀他！不能急不能急，这波不能急，我得等我大招 CD， 不然杀不了。怎么这么肥呀、啊，这建模呀、啊？等六秒，等六秒啊！等你好了，三秒，三秒，快快快快快快！你死了可以，没事没事，马上就能杀。你再等会儿，夜魔都来了。我得找个机会呀、啊，姐。别找了，快点杀他杀他！啊！我靠，一滴血！快快快！啊！我先走一下，我先走一下。死了，他死了。二段 W 能给他刮死的，没事姐。啊！行行行行行，你这你别死，你别死，你别死！我知道。你快！哎呀，没办法，我真服了你。来帮你了，大一个死一个，没事，我就一把长剑，可以卖，无所谓的。带过来，怎么让 ？Nice！ 吓坏了，姐，你刚才没有第一时间开大，我以为我也要给他杀了。哈夜魔呀，你看现在这么晚了，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老板吗？你带我去呗。你说的是我麦子姐吗？现场的老板。哎呀，我我不是很敢跟夜魔去打 VC， 夜魔肯定能约到别人去的吧？放松。我，你看，我有胆量，还欣赏你的这个，对吧？我们去吧。啊。人呢？你人呢？喂，你快出来呀、啊！我在家出装备的。我这波杀了个人、啊，我直接回家出装备了，姐。那你倒是快出来啊！又让他追上了。我知道，姐，我现在来，姐。VC 人头一个三百多点呢，三百点呢、啊，有点多呀，你能行吗？谁呀、啊？星星啊，星星啊，还要去打 VC？
没事儿，又差一个姐。我是在乎那点点数的人吗？我得毙了这 AD， 我真杀不掉。再说夜魔不是第一吗？这不是包赢的。哦，哪有包赢这一说呀？没有包赢。哎呀，夜魔呀，你看，都他妈怪那个周玲，你看他还过来骂我一顿，咱俩过去找他出出气，你说是吧？那我，你前面恶心我，我怎么出气啊？我得出出气啊。你这不打回来吗？上把你有那么多点，那没有 啊， 打回来也是我老板出气了，我没出气啊。你怎么又，我一看你又在挨揍啊。哎呦 AD 盖，你在干嘛？我不帮你了，我刚杀一个，我刚杀一个，我刚从家出来，这不把他也杀了，把他也杀了，把他也杀了，快点。对他 K 了，不是这人头被能被他抢，他大招他用大了，没办法，直播姐，你没大吗？我没大，我大两招。你的大招用来干嘛了呢？我大招用来上波杀人了。你这个能杀吗？这个能杀吗？暴击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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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暴击！我找。好，你回去出装，快回去出装备。出个肉装。夜魔。你听我跟你分析一下嘛，你说这一切的源头是不是都怪周宁？要是不给我诋毁你，我能说你坏话吗？我一开始不也觉得你很不错的吗？对吧？我错也就是错在不应该从别人的嘴巴里认识你，你觉得呢？你动一动啊 ，AD， 这就错了几个头了呀？我知道。你动一动啊！我正在往中路走吗？我刚来。你刚来，人家团子打完了，你刚来，你不是来了吗？啊？不是，你让我回的家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刚从家出来，我现在就这一速，我又一秒钟都没耽误。快，这个，你倒是杀他呀！我都说了，我一秒钟都没耽误。我刚从家回来，我刚从家出来。哎呀，领先，领先。无尽来一发。你。这人头，快去拿人头，别刷兵了，别刷兵了！哎呀，你刷那么多兵有什么用？快去拿人头呀！我好歹等等火男技能交了吧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开心！你快追回来，快追回来！我已经在努力追了，是吧？开心！真的。开心，你怎么又回去了？这个人，杀他！我给你盾，可以炸他。我知道。打他！快杀！你别背了。怎么又他被他抢一个？我的天！这抢他人头！你抢啊！你在抢人头的！我正在抢，别急啊！先刷蛋。哎呀，你在干嘛呀？我从来没这么憋屈过，你知道吗？没眼了，现在。我说了，我正在等机会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点，你给我，哎，我就一波失误，你就不要一直说，行不行？你看人家又杀人了，都是不怪那个周宁、哦。超神了，帅！都是不怪周宁啊！帅！不是，我肯定选夜魔了。我今天，最错误的决定就是。哎我今天最错误的决定就是听了那周宁的鬼话，选了你这么个废物。嗯，不是吹得很厉害吗？没错，我是废物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哎，你怎么选什么英雄都杀不过、啊？我来了！操你个 DJ！ 先把蛋打出来。没事。哎，他死了。快买装备！我真的好烦啊！快杀他呀！你别烦了。他后面有剑魔劫，我正在杀。哎呀！我为什么要帮你？
哎，一堆人，我能怎么杀呀？卖装备啊、哦，卖了。为什么呀？他卖了。人家出个无尽，出完无尽出个。怎么了？那人家不也是那么多人把人杀了吗？干嘛呀？你在干嘛？我操！我知道，姐，你别。建模有点狠。我也真的很挺烦的。建模有点狠。怎么了，老板？这个他妈的比赛第一，我怎么打呀？我拿不到头，我也很烦啊。有什么爱好吗？烦死了。还有啥爱好？喜欢看一些美的事物。美的事物？什么是美的事物啊？比如说老板的照片。哦，是吗？嗯。我走。嗯，比如我的照片吗？耶，你咋这么能贴呢，姐们儿？你有吗？哎呀，看我的，你就说我的照片好看，我的照片包好看的。正喝水呢，被一颗水给呛了，你可真行啊！我肯定有，肯定有，你学我，我给你。哎，你能不能别 K 的呀？每次都是 K 头，哎呀，我好烦啊！我真 K 不到他第一，我怎么打哦？我真服了。那人家第一不也是人家有实力吗？那你自己没实力，你怪谁呢？那他开局就在那装的，他为什么要装啊？装啥了？人家没装什么呀？我装啥了？你打不好怪别人。实力说话怎么能是装呢？对呀、啊，装啥了？你开局不信吗？你开局你是不是在那装？你是个铂金啊！啊！你看我如果说我是王者，只是说号是铂金，哪有装自己段位低段位低的呀？第一次呀，这就是装吗？这有残血，在那装个没完。这有残血，你去后面把他们切了，我把这建模拖住啊！把他切了，把他切了。我知道翻墙过来了，我 E 过来了。你去切他，切他！行。终于弹出来了，追回来啊，追回来啊，帅呀，终于把这建模给破掉了，强，人家怎么又杀了两个头啊、哦、你又在干嘛？不是两个，是三个姐妹儿。不是我杀人，每回你杀了人你就往家跑啊，你跑得到底挺快。不是我跑得挺快，我杀一个我得回家补几波，对不对？我得回家补个装备吧。哎呀，烦死！我跟你废话什么？哎呀，夜魔，你不是喜欢美的事物吗？我漂亮的呀，让我带你去打呗。哎呀，你上次能赢周宁，这次肯定也没问题的。那不一定，不包赢。包 C 不包赢，那可不一定。俱乐部高手这么多呢，真不一定呢。好吧。啊。俱乐部高手太多了，真不包赢啊！到时候你点我了，到时候给你输了不太好。呀。你怎么还想大招 K？ 你能不能别想了呀？我来了。那你也用大招去 K 呀、啊？好像你的大招 K 不了人头一样。那你这个大招为什么还让人家 K 了？我只能贴脸，我只能贴脸啊！你这大招为什么还让人家 K？ 你不是交大了吗、哎？那你就空大了呗。我知道，我努力的去 K 了，他第一。你就打些操作来恶心我呗！你打些操作恶心我呗！那你的意思，万一如果是那你的意思，比如说 LPL 那种冠军，只要拿一次冠军，以后就不用打比赛了，他以后就必是第一了，对不对？第一咋了？你又在旁边干嘛？相当你又在旁边干嘛？这是在你的男皮脸上秀了一脸、啊哎、我好烦，我 K 不过他神装了姐，我也想我再好好打，我又不是故意的去恶心你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你一晚上能拿那么多五杀，我肯定相信你的嘛。你那么不喜欢他，肯定会用尽全力的，对吧？哎呀！哎呀，打喷嚏了，是我在想你，夜魔。谁在想我？打喷嚏了，我
是我是我，我在想你，你看都感受到了，都打喷嚏了，对吧？都打喷嚏了，就是我在想你。我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可别 K 了吧你。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坏了坏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属于是交流病情了。这一波属于是交流病情了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那一定就是我关心。哎呀，还有才艺了。看来你也没那么让人讨厌了，说实话。那我包招人喜欢的呀。好你，我很好的，你带我去嘛！我真的很想回回血。姐，我这波给中路杀了，姐，你别急。我整不会了。我找机会，我找机会，我去给他俩杀了。是是是是是，你别搁这找存在感了，行吗？你先超过人家再说吧，啊！别人人头 一转眼又是你两倍了。我要回大了。知道，我知道，姐。啊 nice、你这又在干嘛呢？场人头已经刻在了刷一波伤害肌肉里了，肌肉记忆，又给人家刷一波伤害，让人家收人头，帅帅帅帅，夸张点，他是第一阶，我俩被他骗了，一开始那怎么办啊？我操！哎呀，别去杀那个五杀了，心乱了。你看我还会卖萌呢，还会卖萌呢。你看我，亚比，啾啾啾。不多了，不多说了，都是为了人头，真的。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头，我不上当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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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呢？瞧你，瞧你。麻烦不断，姐，你这样何必呢？夜魔都看不上你。大哥，那我就能看得上你了啊！你打这废物战绩，我都看得上你了呗啊！我就活该看不上你，就只能何必这样呢？那我就只能被你这废物玩意折磨呗啊！你折磨我三把了，还不够啊？我只能被你这废物玩意折磨呗。我又凭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故意折磨你的吧？人家是第一，我是吗？我要是第一，我不比他厉害啊？那你长点本事，你也去拿个第一啊！再搁我这叫叫叫，还真恶心人！别说话，都说了，他是第一。这个、第一怎么了？你也争争气，努努力，拿个第一啊！那我不就看得上你了吗？不是我拿不到第一啊，等我菜了他就变脸了啊，就连天天看我直播的水友我菜了都会变脸，更何况这些老板。你这么废物啊，你这么废物，我还指望你拿第一？不是我怎么去拿第一，我怎么指望你拿第一？告诉我，你确实拿不了第一啊，你就打成这个废物样子，你怎么拿第一啊？再唱一个挺好听的，确实。我知道我拿不了第一，你不是对我要求太高了吗？你就在那诓骗、哦、你骗人倒是有一手，是不是？你骗人倒是有一手。你是不是对我要求很高？第一把骗我十五个人头，第二把骗我三十五个，这把呢？你骗人倒是有一手。是不是一直在要求我？我不要求你，那我还怎么办啊？你觉得我的点数是打水漂了呗？就打水漂呗，我人很好啊。能行吗？我无所谓啊，这我无所谓，这点数就对我扔了，我扔水里是不是啊？我就直接给你扔水里，扔你脑子里的水里。哦，他跑了。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要交流一下病情了，说实话。我喜欢看美的事物，老板能发张照片吗？啊、哦，那肯定是你啊！你是我老板。我以为你说星星呢，刚刚他要给你发照片呢。哎呀，我，他们我来发，我来发夜魔，我来发，啊、我给你发。这你也抢？我发我发。说了，夜魔他真看不上你。哎呀，夜魔，你想，你现在
临时去找一个 VIC， 首先不一定找得到，对吧？不是说你不行啊，是万一说他们都没空啦啥的，而且你们都约了明天了。我呢虽然是黑钻，但是我有胆量，再怎么也不能比今天这个废物让我输的多了吧。是的。那不行，你前面恶心我了，我得出出气。那这样吧，首先第一点，你得给我发张你的照片，我看看你本人长得怎么样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得投诉一下你这个男陪玩，好吗？你不说我都要投诉他，我必须投诉的。你不说我都要投诉他，上把给我打成那个样子，我真的我脑溢血都快给我打出来了。别，姐，你别投诉我行吗？求你了，姐，你别投诉我。你求我，你倒是打，你打出点像人的战绩行吗？你这把打出点像人的战绩行吗？你又给我打成这个屎样子，又落后二十多个。好、哎啊，我一打开就是落后人家一倍以上，你让我怎么？我怎么不投诉你？我一打开一看这个面板，你就落后人家一倍以上，你让我怎么不投诉你？夜魔哥，夜魔哥，你别让老板投诉我了，行吗？啊？不是你，你大人大量，你都第一了，你都多，你第一，你很好很好接单，我就是个普通陪。我吃完投诉之后，我憋不了单了。现在怕啦，不那么嚣张啦。你普通陪，那你接单，那为什么喜欢内卷同行呢？嗯，不是，你给我留条后路行不行？我不是内卷你。第三点，但是我谁知道你是第一呢？你可以唱一首歌，唱一首《爱你》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我不会唱歌、我让你老板唱。跟你说话了吗？就这在这。不好意思，我听错了。行，我可以唱，要不要带伴奏？你真可以唱啊。我真可以唱，都是我的真心嘛，瞧你说的。给我整不会了。都是真心话，我只能说都整不会了。都真心话、没，只要你考虑带我，我能屈能伸，什么都能，什么都可以。哎呦呦呦呦，有你什么事啊？难道你的爱好就是唱跳 rap？ 八十度大转变呀、我爱好肯定不是这个呀，我的爱好是跟你打游戏，夜魔。哎呦喂，这天的，我的天哪！这个人绝对是个坏女人。真心姐，我感觉我有点动摇了。啊、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道心有点乱了。哎、你又姗姗来迟，你又姗姗来迟。你每次坏了，我看见你就是在峡谷里逛街。我有点被 PUA 了。不是。嗯没逛街，一看见你就在逛街，不是在回城就是在逛街。我看着我就心里都烦。哥们儿，我可以唱，但你能不能别让我老板投诉我行吗？你要唱歌啊？我不要听你唱歌，你的声音太难听了，懂吗？折磨我了。听了耳朵受罪。我怎么办，哥们？快来打单！哎，快来！你等会儿又没了，你看。又在逛街，又在逛街。我看你准备逛去哪儿啊？这你准备逛去哪儿啊？逛去三郎，三郎也没得刷。你准备逛去哪儿？不是我都好久没死过，我都超神了。你好久没死过，我求求你杀杀人行吗？你不死你就在峡谷里面逛街，谁受得了？你搁那刷微信步数呢？就你这样的谁受得了？你在峡谷里给我刷起微信步数来了。你去杀人啊！你去抢人头啊！给我吊成翘嘴了。刚杀完一个。刚杀完一个。哪儿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别说话了，行吗？
我虐全了。哦，好。哎呀，你就别虐全了呗，你回来嘛，出来嘛，出来嘛。夜魔将，你真的不考虑带我吗？再怎么都不可能比我今天惨嘛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输这么多点。夸抓 Q， 四杀了，连五杀，连五杀了，连五杀了。我操！啊，撞到枪口了，翻倍了，姐。小小的五杀，送给麦子姐姐，还行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开心，你在泉水里，你当然开不到头了。你在泉水里，你当然开不到头了。你在那泡温泉，你怎么开头啊？哎、我问你，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呀。这赢的没谁了。哎呀，你推了听唱歌，给兄弟们也吊成翘嘴了。你去啊，你跟着去啊，你好歹别让他五杀了，行不行？给兄弟们也吊成翘嘴了。知道。好，我推他。你知道啥？你知道啥？不让他五杀，不让他五杀了，下播。是，你不让他五杀就完了呗，啊，人家拿个四杀，再杀一个，哎，他要死，他不给我机会，他马上就要把漂亮的反杀了，都让他杀到了，漂亮的反杀，他怎么不给你机会？你在这回城，人家要给你什么机会？没血了，人家还不是没血了，人家为什么一枪就能回上来呢 ？OK， 拿下。帅，哎呀，帅呆了！我真只能说，碰上你真是算我倒霉。今天没毛病，我的策略没毛病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姐，你算人头吧，行吧？哎呀，算人头。好。哎呀。哦，魔将，我就是你的小星星，你能不能带我打中你？啊？啥意思啊？我就是你的小星星，能不能带我打周明？周宁，哦，嗯，姐，你先算头吧，先算一下吧。是一个还是两个五杀？我忘了，反正肯定是有一个的。两个的话，我具体我忘了。好像是两个。两个吗？那就两个。你干啥呢？你把把能让人家拿五杀？你到底在干嘛？两个五杀，行。有三个头，钓鱼是吧？卖萌是吧？谢谢你，又让我输这么多，我真谢谢你，没让我这回没让我输500多个，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？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第一呀、啊，你叫谁来也不行吧？我得顶住。那你打这么菜，你别出来接单，别出来祸害人行吗？我求你了。好兄弟们，点一波小小的关注，怎么说？叫谁都没有用，是不是？白嫖没关系，关注就不点了。那你这么菜，你别出来祸害人，那就过分了，可以吗？算我求你了。叫谁都是一个效果。啊，夜魔，我加你 YY 好友。行。夜魔，我加你 YY 好友，我给你看美美的照片，我的肯定比她漂亮。行，没问题。我的肯定比她漂亮。我加你，我加你，我比她漂亮。不行。好。不行。我比她漂亮，我比她漂亮。看我。你这也没加呀？啊，你加了。我加你了。啊。有趣的灵魂还是可以交流一下的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做局没关系，我们也有办法，没事儿。没关系。等一下啊，他那一首，我刚才刚唱了一句歌，他反手就给我对上那个交流上了，怎么说？还行。我 OK， 我加你了，我也加你了。你看我的，我比他漂亮，93个人。不行，只能看我的。也看他的，别看他的，我比他漂亮。我看看吧。一共93个人头，你让助理转给我吧，啊？
听听看怎么个事呗，听听看。听到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说了好像谁会少你那点一样。开心，开心呐、啊！你啦啦哩啦哩。哎呀，叶博，你不是想听歌吗？我可以给你唱。你听了以后就。嗯，就接我吗？接我吗？那行，哎、那行。撒起娇来了呀！天哪，咋还得这个样呢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没跟你说话。掉成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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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。哎。感谢浪了自负送的飞机，谢谢老板。看到了吗？我发的照片。给大家看一下星星发的照片。人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光看了照片不说话。哦，看了看了，好看，一个字好看。那人家也不爱搭理你吗？是我的吗？一个字好看。你好敷衍，那是俩字。我你看的是我的吗？我的跟他的谁好看呢？你分清了吗？等一下，肯定我的好看呀。你怎么知道？啦啦哩啦哩啦啦哩，快，那你说我跟他谁的好看？快说。都好看，嗯，都好看，嗯，嗯，我给你找个伴奏吧，可以啊，听会儿歌，听会儿歌，我也下了，听会儿歌，我也下了，还行吧。怎么说呢？还行吧，还行吧。怎么样？鼓掌，鼓掌，鼓掌。还行吧，还行吧，也不至于那么难听，也算不上好听、哦。嗯，算不上好听。我就给你唱过这个歌。行吧，那明天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明天？当然有啦。那行呗。为你，我总是有空的。那行呗。那明天，那咱俩有歪歪了，咱明天八点呗，晚上八点嘛，行吧。OK OK OK。我不带我赢吗？你就别说话了，行吗？害我输那么多，你好意思说话？能不能让我老板？别投诉我，那你输500多个，这是人打出来的，我必须投诉。那问你老板去呗，你问我干嘛呀？主要他听你的歌，嗯，不，我反正陪玩打成这样，你反正该投诉投诉嘛，你还有反骨的，刚才你还是少爷呢，我又没瞎打，哎呀。少爷，还压我错了行吗？哎呀，你错了，你跟他道什么歉？你跟我先道道歉吧！啊，五百多个，我头一次见到这么不是人的操作。那他第一，我又不是故意输500多个。他第一，你也不能比人家落后500多个吧？你那把真是给我都差不多这样，姐。为什么？你自己菜就菜呗。找什么理由啊？一直跟我顶嘴，我让你干，我让你去抢人头，你也不去，让你别刷兵了，你还非要在那一直刷兵。你让我干啥我都干了，只是你自己，你自己没看到，我能怎么办？而且我说了，他是第一，他第一，你叫谁来都这样。我哎呦呦呦呦，怎么？现在怪我没长眼睛，哎呀，看不到你的精彩操作，你的操作真的太精彩了。我真的再看一秒我就要吐了。姐我不打了。
我肚子有点痛了，我得溜了。那姐，那个那个星星，咱们明天见呗，明天晚上，好吧 ？OK， 等你。那那个麦子姐，拜拜。啊，拜拜，你撤吧。嗯，好嘞。溜了，不听他逼逼了。怎么说，兄弟们 ？Hello， 酷狗。看得开心的朋友能不能点一波小小的关注呢？那明天晚上我们再来呗，明天好吧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下播了，兄弟们，下播了，下来，明天见，晚安。